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可甜了这个。哎，好吃，你们就多吃点啊。这瓜好甜啊，爷爷。这些都是您种的吗？啊，是我种的。那您太了不起了，种出来的瓜果不仅味道那么好，你看这个，咱们多漂亮啊！不光这个漂亮，个个都漂亮。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今天早晨我在地里一个个精挑细选摘过来的，你不知道。 董事长对瓜果的要求那可高了，就像亚洲选美似的，害得我在地里爬来爬去，弄得我腰酸腿痛，膝盖到现在还疼呢。不然为了扣我奖金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刘小凡，知道为什么扣你奖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话太多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吃完了以后，你们到河边去逛一逛，哎，景色美极了，别光吃西瓜，别也可以吃的。咱们西红柿可好吃了。 这西红柿特别好，来来来，我一人给你分一个。来，好吃，你们就多吃点啊。来，快来。浩东，这儿的景色好美啊，也真会讲地方。这里就跟传说中的世外桃源一样。刘凡，你能喜欢这里，也是你喜欢。我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 闻起来都不一样，你呢？很香，不是吗？真的很香。你也太少见多怪了吧？你这儿美的风景多的是呢。哦，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因为长这么大，我也没有去过太多美的地方。浩东，那你就不应该了。你怎么能让自己女朋友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呀？ 刘涵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呀？之前我们不是去过很多很美的地方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之前去的那个地方都是人工的，哪像这儿啊，乡下全是纯自然的美景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就常来这看爷爷，好吗？好啊。 堂哥，你们不下来吗？好啊。我真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你亲爷爷呀！现在看来，他不来参加咱们订婚典礼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在他心里，你堂弟的位置太重了。亏我们还那么天真的以为他在门口是等咱们呢，真是自作多情。还有那个姓叶的假女友，他也太得宠了吧！ 连我这个英家正宗的儿媳妇，她都没放在眼里，太让人生气了。你来气有什么用啊？她可是英家顶红的大红人，尤其是在爷爷面前，你最好不要说她半个不是。她凭什么呀？她充其量不过就是你堂弟身边的一个贴身保姆。我倒希望你堂弟能早点清醒过来，好接上她的假面膜。 那样，他一定会愤怒地把他赶走的。哎，我倒有一个方法，能让他提前离开殷家。什么方法？那就是尽可能地利用他是假女友的这个面具。一个面，你这样的话，殷家会地震的，对你我都没什么好处。 哎，你说你们家怎么这么麻烦呀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趁他们围着他俩团团转的时候，咱们就多接近你爷爷，把一切悬念变成可能。不然的话，我看这继承人的位置迟早会落在你堂弟手里。珊珊，嗯，我刚买了音乐，听听音乐吧，还不错。 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林泽姐，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。对啊，我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最开心、最难忘的一天。
看你好不容易那么辛苦，我也觉得很辛苦，这多亏了你。静静的流淌，绽放在生命。